罗志祥萧亚轩纷纷离巢金牌大风后，近日金牌大风又高调宣布迎来了一位实力唱将方大同，并在京举行签约仪式。对于此次创作才子方大同的加入，唱片公司格外重视，不惜花重金打造，为其今后的唱片、演唱会、经济、专属时尚等方面制定全方位的工作计划。方大同此番入驻，有望顶替小猪罗志祥稳坐一哥宝座。而相较于老东家华纳，天价签约金自然是媒体关心的话题。对，因为其实在合作方面是有很多计划在里面，所以其实很难这样去比较。当天发布会，除邀请陶晶莹担任主持人外，更有张靓颖、周笔畅、常石磊等好友送上 VCR 祝福。而绯闻女友薛凯琪的隔空打气也让方大同十分开心。音乐上，两人多次合作碰撞出不少火花，不少歌迷也十分好奇两人是否会日久生情。对此，方大同表示对薛凯琪有好感，但感情会顺其自然。其实我们是一开始认识是因为同一家公司嘛，那所以一定会在同家公司是会更多时间见面的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音乐上有合作。其实他是很好的女生啊，然后我们也是很熟的朋友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